主料：鸡腿肉300克，蜜豆200克，辅料：生抽、白糖、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橄榄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鸡腿肉切好，用生抽、白糖、胡椒粉腌约半小时，烧热锅倒入少许橄榄油，把鸡腿肉煎到两边金黄色，将蜜豆加入翻炒，然后加入少许盐、白糖、胡椒粉、鸡精，再放少许水焖片刻至蜜豆熟透即可上碟。烹饪技巧：蜜豆一定要熟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